移动式的刀鱼，哥们给我来点冻梨。这个鲅鱼咋卖的，哥们？15一斤。行，完了再给我来2斤冻梨。这家媳妇包上8馅饺子。哎，沈哥，我今天点的好吃的，一会上我这吃啊。切点葱丝儿，姜丝，爆个水，放点花椒、大料、绿皮，把鱼肉给它剔出来。把鱼肉给刮下来。鱼哥，咋了海涛？离老外家那小子跟我同岁。找个媳妇儿可好泡，你别笑，人找媳妇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不也单身吗？我寻思我问问你，谁也介绍的？离老外家这小子一个给我埋的，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俺俩在这吃呗。我不吃了，我回家找媳妇去。鱼肉给他炸成泥，鲅鱼馅儿饺子你放点韭菜，放点盐、桂素、鸡精，还有胡椒粉。把这料水倒里点，先上个劲儿，料水都倒里，再上个劲儿，放点猪大油，鸡蛋清倒里，韭菜也倒里，锅里倒上些麻凉粉，点火，开煮饺子了，饺子下锅了。哎呀，煮饺子，今天准备好酒喝的了，搅个酒呗，快进屋，长哥，马上好了。这饺子啥馅的？这么鲜的呢？鲅鱼馅的。哎呀妈呀，鱼哥，这咋这么冷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今儿又做啥好吃的呀？包点饺子。这也不过年过节的，包啥饺子呀？吃啥不是吃呢？哎呦我的妈！给我俩留两个吧。